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人体久坐必出毛病，但是站立时间长了对身体健康也会有很大的影响。长时间坐着工作的问题好解决，可以随时站起来缓解一下，但是需要长时间站立工作的问题，想要随时随地坐下可是困难呢。来自瑞士的初创公司就发明了一把这样的可以随身携带的椅子，并把这把椅子命名为 Chairless Chair， 顾名思义，隐形的椅子。 Chairless Chair 是根据人体学设计出来的，符合人体主观休息时自由下坐的一把椅子。它整体造型犹如人体骨骼，依附在人体大腿后方，支架向下延伸，固定在脚部。佩戴上 Chairless Chair 之后，你可以随时走动，随时随地的休息，只要弯曲膝盖，按下支撑器按钮，它就可以变成一把椅子，让你随时休息，腿部得到放松。佩戴上 Chairless Chair 的同时，你也不必担心成为一种负担。 Chairless Chair 骨架由铝和碳纤维材料制作，非常轻巧，重量只有2000克。佩戴上 Chairless Chair， 你可以跟平时一样自由运动。另外， Chairless Chair 需要电力支撑，加入电池，续航时间达到8小时左右。这把椅子这么方便好用，那它的设计灵感到底来自哪里呢？原来最初设计者是在工厂流水线上工作的，长期的站立使他腿部特别的不舒服，于是他萌生了设计一款可以随时可以带走又可以坐下的椅子，可以减少由于长期站立带来的身体上的各种不便，同时也可以达到舒心的作用。在这样的机缘下， Chairless Chair 便诞生了。对于这样的发明，有没有激发到你的一些想法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点赞评论，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